40岁的松本润一直是许多人心目中的不老男神，然而他日前开直播时却因为忘记开滤镜而让他的真实肤况曝光。据了解，松本润近日与6位艺术家合作，在六本木一间美术馆举办展览，而为了宣传展览，他也特地在 IG 开直播为粉丝线上导览，怎料他在直播时却因为没有套滤镜而让他的肤况全曝光，只见他除了脸色蜡黄有不少痘疤外，整个人也明显发福，让当时在线的95万粉丝都吓傻，纷纷留言看起来好憔悴啊，是不是也变胖了，这肤况感觉要上美容院保养一下了呢。